封印，将你的神魂压在这里，永不翻身。 进去是为了救小老。走，今天的话会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走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 今天我李秀元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！小子，好狗不打洛，给我滚！看看你身功！哎，少爷真是有功盖世啊！还不滚！快滚！滚吧！滚吧！啊！ 少爷，少爷，赶紧把我放下来！少爷，你这个疯丫头，竟敢欺本少爷，还敢欺我少爷？我那是为了救你。救我，强词夺理。少爷说的对，妖孽们都现身了。 出来，老，老秦，老秦，出来，行，我就借你这块风水宝地，放一放。干嘛呢？
呀呀，谁？亏你还是西方罗汉金身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你咋不要脸的你？你是谁？本姑娘是本县土地的女儿。你爹偷人了。哎，你。罗汉，你坐下，坐下，老朽可是自认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是吧？我的法力是怎么回事？罗汉有所不知，此处有个祭坛，封印着上古妖兽，我的法力也受到了限制。我知道您肯定是私自下界。哎呀，回来！这小龙他有难，我得去告诉他一声。可罗汉，莫急，你可趁夜晚时分，借助这月亮精华，施展少许法力，以元神附身，告知降龙罗汉。启禀大王，可知扰了本座修炼，该当何罪？大王，我有急事禀报。说。是江南柳家破坏了我们的计划。柳家，小的认识他的法器，他们家世代与我们作对，阻止我们放出妖帝。他出现在天台县，说明降龙就在天台县。区区一个人类的捉妖师都搞不定，我还要你们何用？给我去天台县找到降龙，否则他就是你的下场。小的遵命。妖怪！
死的笼子，你害死我了你啊。随随跟着我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来，我立刻杀了你！少爷，少爷，柴火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架柴火！哦哦，我没有恶意，我看外面下着雨，天气又冷，我给姑娘加点柴火，怕姑娘冻着。我这是助人为乐嘛，姑娘。再说姑娘如此多。启禀大王，小的找到降龙罗汉了。看来我们潘痴大人出事指日可待了。只要灭了降龙，这世上就没人能阻拦我们了。大王说的是啊。屠苏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真正的降妖师了，家族的重任由你来担负。这个你带上，万事小心呐。想办法营救，而刘家一直与我
作对。主人且放宽心，屠苏这次去定能斩草除根，就当给主人一个贺礼。去吧，别忘了给降龙的礼物。你要是再敢，我就宰了你！你什么态度啊？只是倒了血霉了我。在缺明阁，望舒峰倒了，后来我掉到坑里，灰头土脸，我又不说。可是刚刚你明明知道我不是故意的，还帮我抬，我还是没说。算了，行。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不懂得尊重人。主要是啊，你手里那个罗盘，你是在找人？这跟你没关系。是在找，没找到。这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人是谈何容易？不如你跟我回武村吧，在永宁村那我可是呼风唤雨，找人那是随随便便。怎么样，跟我走，我帮你找。不信，不相信我。在永宁村，那是上到99，下到刚会走，没有人不认识我李秀元的。你说帮你找人了，就算是帮你找一条狗，那都知道是什么品种的。真的？啊？也是默认了。明天跟我走呗。明天就走。降龙，什么时候能想起我一次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山妹啊，这样啊，我跟你实话实说，现在呢，降龙下凡不久，我法力又尽失，潘池又要出事，妖魔对他虎视眈眈，现在降龙非常危险。我听说他有一些法器在你这，如果现在他拥有这些法器，就能恢复不少功力，这样他就能解决燃眉之急呀、啊。你说的应该是罗汉三宝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可是小妹这儿就只有这个镜子上。那两件呢？那两件应该在灶王和财神爷那儿。哎呀，那你把这个先给我吧。哎，不行，陪我玩会儿我就给你。哎呀，我的山妹，你就别闹了行不行？现在是人命关天，这样我办完正事，我回来赔你500，哇，1000年，好不好？上次也是这么骗我的。我这回绝对不骗你。我不信。哎，那谁呀、啊？啊，谁？哎。哎这是我常干的。你俩又在研究什么东西？没研究什么。得。大爷，你没事吧？你是怎么了？偷偷跑出去玩的。老爷，你别怪少爷，要怪就怪我。别怪少爷，是我偷偷带他出去的。老爷，你，哎呀！
你要干什么？你给我住手！李树元，你清醒一点，他们现在已经成魔了。我不管。看来人间对他已无用处，今日我就送他归心。江南柳家果然有些本事，可是你的本事奈何不了我。你那斩妖链对我无用，我的噬魂蝰蛇甲乃妖王九幽所赠，可破道家一切束缚之法。
降龙本是凡胎肉体，并无法力，我可以灭了他。他不知从哪里来的帮手，使出遁地之法，将他们救走。感谢你们救命之恩，姑娘，不必拘礼。姑娘，你中的是魔石毒吗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请问老人家是何方神圣？我乃是本地土地。你是柳家的吧？您知道我们柳家？小仙在此地数百年，与你江南柳家有些渊源。今日得知降龙罗汉遭此大难，无奈小仙法力低落，只能暂时帮你们脱离危险。您是说，他就是降龙罗汉？只有降龙罗汉才能阻止潘芝出事，无论如何要找到他。没想到你就是我的宿命。火燎呢？这什么地方？灶王庙呗。灶王庙烟熏火燎怎么了？你爱待就待，不待你就走，没人请你。我是来找葫芦的。谁的葫芦？降龙的。啊！等着。谢谢啊。不，这谢我干啥呀？你是不知道，这葫芦谁的谁倒霉啊？哎，你说什么？你。谁拿谁倒霉？哎呀，我也赶紧出手啊！琳琅鬼鲛，该是你们立功的时候了。诛杀降龙罗汉，听说他们之中有个女的，我老狼最喜欢女人了。切记，你们这次的目标是降龙。只要杀了他，你姑娘随你出城。是。主苏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再出什么差错，这宿命的腰带上永垂不会。
个女儿家浪迹江湖，无依无靠，现在又身负重伤，六姑娘为了救你才身中魔师毒的，可没想到 你却如此对她。她中毒了。这魔师毒是魔界最阴险的东西，可是凡人入魔成为傀儡，断绝七情六欲，生不如死啊！要不是柳姑娘舍命相救，现在你早就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了。可惜了这么好的姑娘。这个药只能暂时延缓你们二人的毒素扩散，你们两个一个中了至阴魔师之毒，一个中了至阳。怎么了，刘轩？这个药已经不起作用了。刘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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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快说呀！必须把他的毒吸出来，可是吸毒之人就会闭塞死去。魔师毒有没有发作？我好多了。啊，袁西就好。哎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两种剧毒放在一起就会以毒攻毒啊？倒是有个办法。元帝，速速交出降龙，怎么拆了你的破庙。他们不出来，看来只有咱们进去了。好。先建房。
法物，官司凡物，内有用天，就这么被你用了？还没完呢。我的小喵啊！金花了，再给他们洗个澡。可惜了我爹的土地庙了。不好，让他们跑了。如此狼狈，大王息怒，请大王给我们一些时间，我一定提着降龙的人头来见大王。七天之后就是七星年初，我们一定要赶在那天打破封印，你们只有七天时间，七日内全力收集人类情形，以备蛮池大人打破封印而出世。主人，降龙该他如何呢？自有安排。去吧。是。该你出场了吧？拿钱。啥钱？保管费啊！你是财神，不是财迷。我既是财神，又是财迷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现在降龙有难，你赶紧把袈裟给我，好不好？没钱，免了。我怎么说就不好使呗？不好使。行啊，老财，我现在就找我那些罗汉哥们，我让他们全来，就住你这儿，天天吃你的，喝你的，让你烧香，整戒指，拆你金身。站住！谢谢。就是降龙哥哥，我，西天罗汉就长我这样，但是我老做一个怪梦，梦里面有个大榕树，树上都是铁链，感觉阴森。闪闪妹妹，闪闪妹妹，我来了。哎呀，全都在这呢，太好了，你们看啊，我把降龙这三件法器都带着了，哎，你说我够意思吗？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伏虎啊。你就是伏虎罗汉？哎呀，我是你兄弟呀、啊！嗨，叔叔你别闹。啥叔叔？来，你敲下试试。你这样，我敲下试试。把这个脱了，把这脱了，快，把这脱了，你听我的。哎呀，你知道这三件法器我费多大劲给你扛着吗？这个。怎么样？哎，这还别说啊，穿上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有感觉没有？没感觉，就感觉有点味儿。啊，我要不先脱了。哎，别脱。这样啊，我有办法。那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。哎，有事？哎，就走了。哪里不对？伏虎罗汉若非强行碎掉金丹，舍利根本无法现出真身，凡人听不到也看不见啊。对。站住妖孽！哎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好你个妖孽，竟然敢诓骗我们！什么我？爹，我们收了他。好，吐火流沙。
干什么？我是父母。泰山，妹妹，压紧。啊！怎么说的对？小楼的发髻。谁叫你假扮伏虎哥哥骗我们？五十几位仙家，你们为什么说一个葫芦和扇子是妖孽啊？等等，丫头，你看不见他。我看见什么？伏虎哥哥呀。伏虎？哪儿呢？哎呀，这真的伏虎哥哥，伏虎哥哥。等等，这什么地方呀？送你上路的地方。你是谁啊？假的吧？你是假的，就是假的，你才是假的。你怎么变成我的样子？你怎么变成我的样子？柳姑娘，你是真的，他是他才是假的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柳姑娘，我是真的，他才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我是我是他是他是假的，我是真的。别吵了。曾经，李修元他亲我，你们只要亲我一下，我就知道谁是真的。谁是假的？好，柳姑娘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真正感谢，绝对不敢这么做。你，如果刚才是我呢？无论是谁，下场都一样。这怎么回事？恭喜恭喜啊，你呀，已经有了降龙的部分修为，越来越像小龙哥哥了。哎，这上面有字啊！这是父亲传给我的功法，我看得懂，但是怎么练都没有效果，就当是父亲的遗物带在身上。这是降龙的心法，九天擒龙。九天擒龙功，对。姑娘，你也看得懂？那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你们还没经过我同意呢。就这么定了。你来试试吧。
晚的夜色真美。嗯，是挺美的。怎么了？有心事？其实有的时候，我真的特别羡慕那些凡人，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可我从一出生开始，就有我自己的使命。没有人问我愿不愿意，我注定一生与妖魔战斗。挺管用的。伏虎，伏虎，快说，我们没了，出来吧！是伏虎，伏虎呀！太好了，伏虎，谢谢，感谢伏虎呀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伏虎叔叔，这是跟了我多年的好朋友，我来送给你。昨日我夜观天象，再过两天就是千年一遇的七星轮中，妖王就会把搜集来的所有的精气，借七星之力帮助潘池破除封印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危急之际，只有是打散他的精气，这样才能斩断潘池出世。这九幽并非寻常妖魔，我们得抓紧准备了。感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，我是李修元也好，罗汉也罢，既然这是我的宿命和责任，我就不能逃避，要勇敢面对。九幽就交给我一人，如果我遭遇不测，你们再另寻他法。等等，你不能去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潘池出事，谁去阻止？如果我连九幽都阻止不了，那谈什么阻止潘池？你，小龙。我跟他一起去。想不到你竟然送上门来了，与狼归交。在在。有朋友来了，招呼一下。是大王。
命。撑得住！我们柳家后代虽有先天精血，但先天精血不可再生，遇到这种小妖不可妄动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用？只有性命攸关的时候才能用。柳冰，为啥？生死未卜的，这降龙哥哥又昏迷不醒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们目前呢，必须得想个办法，要不然……哎呀，刘旭，刘旭，哎，降龙，是降龙，降龙，降龙。因为小鹿这两个字，我父母没了，乡亲们也没了，就连柳絮姑娘也生死未卜。我亲眼看到我的爹娘在我眼前化成灰，我是无能为力。又是出事，会死！你们是菩萨，你们为什么不选？为什么？我就是个凡人，我是个凡人，我是个废人。你们为什么要缠着我？为什么？为的是天下苍生，狗屁苍生，狗屁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凡事出事。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不是小龙，我也不像是小龙。小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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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龙。星人主，妖王即将出现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法力尽失，几位把最后的法力借给我，传我灵山。
年轻人，别往前走了，前面有妖怪。二娘，哎，走吧。我就不信你不出来。我知道你在这里，你若是不出来，今日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人间惨剧。这就是你们维护的活佛维修员，你若不现身，他们将为你而死。
请坐。来，年轻人，尝一尝。这茶我喝了多少年了？老人家，您口味太重了。有时候，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相。这还得靠你自己去感受。年轻人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，做不到是因为你放弃的太早。相信自己，很多事情有时候并不是你想象的样子。老人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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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悲无泪，大悟无言，不念成败，无畏生死。乘我一波，遁入空门，人世间的情欲与你无关。一旦破戒，将化为顽石，永度轮回。降龙罗汉，你终于舍得出来了，既然来了，那这儿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那就试试看吧。灭了他！
李修远。李修远，回去找你，你倒送上门来寻死。我现在是降龙九幽，今天我就要了你的命。降龙他杀我就凭你？别忘了，你爱的女人还在我的手上。放了柳絮，如果你敢动我，我饶不了你。想不到你降龙竟对一个女子动了凡心。我主盼赤脚降世，这女娲的惊喜就是我给主准备的礼物。降龙，今日死在这儿的恐怕是你。想利用七星连珠释放寒痴，做梦！今日人要定，寒痴的命我也收定。九幽，我先送你上路。李修远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当年滥杀无辜，触犯天条，我将你封印至此，是想让你悔过自新。没想到千年的封印也没能让你悔悟。悔？降龙，降龙，你让我在这炼狱之中饱受千年封印之苦，今天我要将你的神魂压在这里，永不翻身。寒痴，你这千年修为不易，我不想杀你。快回头吧！回头？笑话！降龙，你还是这么的天真，去死吧！
刘旭，旭。
心相爱，又无奈何分开，万千愁绪将青丝染白，用情余生将爱守候，你却再也不会回来。愿意早夜思你成海，澎湃的泪不请自来。为你明灯三千，为你花开满城。爱已走远，你是否还在？为你所向披靡，置身事外。为你放掉自己。愿意走远，思念成海，澎湃的泪不停自来。再多奢求岁月亦难挡来，冬去春归花谢又花开。爱已走远，你是否还在？挚爱过的怎能置身事外？或许缘分不足，片刻等待，就用我一生换你爱。愿意走远，思念成海，澎湃的泪不轻。再多奢求岁月亦难挡来，冬去春归花谢又花开。爱已走远，你是否还在？挚爱过的怎能置身事外？或许缘分不作片刻等待，就用我一生换你一生。愿意走远，思成海，澎湃的泪不停自来。再多奢求岁月亦难挡来，冬去春归花谢又花开。爱已走远，你是否还在？挚爱过的怎能置身事外？或许缘分不足片刻等待，就用我一生换一生。愿意走远，思念成海，澎湃的泪不请自来。再多奢求岁月亦难挡来，冬去春归花谢又花开。爱已走远，你是否还在？挚爱过的怎能置身事外？或许缘分不作片刻等待，就用我一生换你一生。就用我一生换你一生。